that I was younger, and the days seemed to be longer. Nice. The sun should shone much brighter, everything seemed to be lighter. Yeah, yeah. The summers I recall, I was happy in the fall. Only you had known me then, I was sexy, skinny, and tame. OK， 但是呢，应该不会影响到我们评审老师的判决啦。一样，让我们评审老师做出决定吧。Judge ready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恭喜 One More Round OT。早就跟你讲嘛，这样子跳那么一点点，多跳十秒，说明不用 OT， 他会赢啊。哎，好吧 ，OK， 好了 ，OT 了 ，OT 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先攻的是，先攻的是志，哎，志燕嘛，啊不，哎，燕城，啊，志燕是谁啊？啊，好，燕城。所以呢，木，所以你们是要攻守交换，还是一样先攻的继续先攻？工作人员在哪里？啊，主办方有吗？有吗？你们要怎么？你们要攻守互换还是？好好，这么随便了、啊，我决定就好随便啊，攻守互换。好了。那么我们这个攻守互换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攻守互换一下，所以我们的妹妹辛苦你了，再冲一次了，好吧 ？OK， 志燕，不要再留招了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只有二十秒，没有很潇洒，真的。对，好的 ，OK， 三十秒的时间，延长加赛 ，Let's go， 谢。双方也都拿出他们的真本事来拼斗下去了，因为知道已经没有退路，没有机会了，只有这么一次了。OK， Judge， you ready？ Three， two， one。恭喜，再来一次。这样的机会不太多，已经又遇到了。好了，又再一次啊，再一次啊，所以又是再一次的攻守互换。所以待会是由您冲了，好不好 ？OT 完 ，OT 完，没错没错，请容许我叫您一声 OT 完了啊 ！Give it go， 燕城 ，Let's go，Come on。
哇，再给他们一点热情的掌声好吗？燕城有没有女朋友？有。你这么快就猜出来我想问什么是不是？连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是不是？现在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是不是？nice， 你应该没有男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吧？保留啊，你们两个好坏啊，想保留啊。好了，关于有没有男朋友这件事可以保留，但是真正的胜不能保留，这一次直接就要分出个高下来啊。OK， judge， three, two, one， 啊，就拍平了。谢谢我们的燕城，也给燕城一点热情的掌声好不好？